看，这是我客人，客人来跟我买车，他还送我一箱饮料，这么好。他说天气炎热，然后就让你喝无糖。当然了，我们要看肚子就知道了。你该喝无糖了吧？感谢三坑张先生，你看无糖绿茶，你可以喝点冰冰的。我先冰一点起来。这个好处啊，像这种啊，属蚂蚁的人就不会喝了啊。这个人就会属蚂蚁的是谁？蚂蚁的，像苏伟啊，苏伟他们就会喜欢喝糖的嘛。不知道属蚂蚁这种生肖，有很多、啊。那肚子越大的那个蚂蚁，对啊。那你。走，我们今天要来公益车。你说那台神 A 哦、喔？对啊，神 A Artis 2003年的。它标多少钱？你要？16,660，对不对？应该是的。我等一下再问他一下。那个金额是101,666，对，对了哈，没错哈。那你看一下啊，等一下我们去试个车好了。我很久没有开车，因为我是想要卖给我家人。哦，是哦、喔，就说 OK， 就等一下我开啊，我们去绕一圈你也。对对对对。好，那我们去试个车好了。好，如果 OK， 我们再来停原。啊，这个先放着。我们东西你要带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放着就好。好，下次我们去试车。好。哎，冷气要吹下去，很热哦。冷气要吹落诶，诶，太阳没油啊嘞。好，我们去加个油。好，我炸起。哎，住哪边？乌来。乌来有温泉吗？有。你们家就有了吗？没有，就像好像我住郊区，我们家里没有温泉的一样意思。自己开店，算。你要开什么店？打个广告。打他呀，顺便打个广告啊。没有没有，家里的、啊。家里的、啊，一样啊，一样可以讲啊。所以我想低调一点。你已经不低调了，因为你标的还蛮高的。那方便问一下，是买给爸爸还是？给爸爸。哦，买给爸爸用。因为我们前一台车坏掉了，然后他就。骑摩托车，然后这样载货、载货上下这些，很累，对。哦。想说买一台汽车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。又好嘞哈、哦，泰山，从泰山都直接挖这种爸爸，你要不要买台车给我？对不对？泰山没有，我是找不干爸。然后才干爸。干爸。哈哈哈哈哈！怎么是我不是啊？小志让我交代，他刚刚有打电话跟我说你今天会过来啦，因为他说你标的金额也蛮高的啦，所以他都说肉尾的部分，他应该会帮你处理，然后说直接就这样。对对对，那一天看的话，血管应该是要避开垫片啊，那边肉尾要从上面往下滴啊，所以那边处理一下应该就好了。就这样。耶、yeah, 欸，这样算做好是一半而已啦，一半的，还没交出去就不算了，对啊，好交出去才是结束，结束也不算结束了，它是服务的开始而已，服务的开始，走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发包了，请隔壁的广外有空就赶快弄一弄了，不然他讲的啊，你看爸爸风吹日晒，他骑着摩托车去买菜那些，对啊，舍不得了有没有？孝心，我们要赶快去用，然后直接可以去做了，走走走，耶、yeah.。今天要来保养公益车了，上次有说嘛，就是要避开垫片换掉之后再清洗，对吧、啊？因为那东西面顶油、面顶滴到来，对哦。一点好，如果你下面漏油，一般就是这个了，或者是变速箱，对啊，这个是从上面下来的啊。对，这个帮他烤好了，这个。你只有烤这个，烤一样颜色。对啊，可是颜色好像卡新啊，不懂啊，就跟其他地方。2021年的，对啊，然后就保养了。处理了，处理完就再交车啊！对啊，洗一洗美容一下就可以交车。我觉得它的动容易断这个，这扣子有时候一压就断，所以这样子就比较不会断，还是会有几率断掉。喷的到处都是，真的。这个漏的到处都是，那根管子裂了。你说这个？对，这裂掉。真空管，对啊。所以之前还换掉。这条换掉。省油器。这样会有省油吗？因为它不是油管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放在那。你看这边也都龟裂了，
有没有？嗯，这个是还好，这个还不至于影响，这个就会。哦，这个、因为在塑环之后，对啊，就会漏气。要把它吹软。对啊，吹软它才结的吧。哦，所以你去吹，吹这个管，吹这个橡胶。橡胶。对，哦、你看，现在橡胶很裂。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何？没有不有啊，小心也没用。感觉要再叫一条，操！哎，盖子起来前是要需要先把油卸掉吗？还是不用，直接开这个都不用就好了。对，直接开起来，因为它也是要换油啊，啊所以基本上它会有一些脏东西啊，我们在清洁的时候会掉进去，所以就先不要换油，然后等用完再换油。哦，这个还没有到完全脆掉，什、么之前的一般就过，这个只是。硬掉了，真的是硬掉了。嗯，有啊，这里裂了，有吗？嗯，对对。对啊，这就是已经真的是要换。拆起来这个形状的哦，嗯，还在，就表示已经硬了。嗯，没有很严重。这不算严重哦。嗯，之前的是整个厚厚的一层油泥，对啊，这个还看得到底色，有没有？所以不算严重。有，轻轻刷一刷，底色就出来了。但是像这种啊，要把它洗到像我们之前把它洗干净，这个至少要花一个多小时，它才会洗干净。洗成像这样，全部都是洗成像这样，对，还是用剪接的，啊，这样就不用那么累了。我们去叫一块新的，有没有？然后放上去，拍完之后，然后装这一块旧的，这样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然后那个新的就一直放着，对对对对，以后都可以用了。对，不管什么车，我们都拍那一块。不行啊，刚剪进去就秘密就曝光了。对，而且不是只有这台车啊，每台车都要叫自己叫。谁帮？里面洗好了。是不是跟新的拍起来一样？对啊，所以我们以后叫一块新的就好了。我这洗起来就跟新的一样，新的也就是长这样啊，这差不多。对啊，那如果是这台车新的多少钱？我知道，没有人这样叫过，不会。好奇啊，还是我们等一下问一下。哦，好啊，现在要洗外面。外面的比说实在的，其实是比里面难洗，所以等一下我用汽油洗，好不好？是用普通汽油，我们用酒吧的汽油洗。用酒吧，有需要用吗？因为只有酒吧的，好不好？现场只有酒吧的。现在一公升二十九，没有关系啦。重点是洗干净，可以缩短时间比较快。汽油，那柴油，柴油不行。柴油也可以啊，可是柴油洗起来会油油的。哦，汽油其实也会，没有那么油，而是对汽油的。清洁效果有没有就比那个快多了？哎，洗完就真的是新的嘞。就是汽油是把表面有没有那些油污啊、脏污先清掉，先清掉，然后到时候再用那个药水洗，会比较快，比较有效率啦。啊，也其实也比较干净。螺丝也要洗，螺丝要洗干净啊。但是这个就是大概清干净就好。这如果要求要洗到新的就翻脸。那这个买得到件吗？现在应该不用买啊，这个就是一个扣位而已、啊，不要有油渍什么油泥啊，到时候不好判断。哎，刮这个垫片胶，因为这边是接缝处，如果拍得到的话、啊，其实它这边是有断差，它是橡胶垫，对。它为了弥补这个断差，所以通常接缝处会打胶，对。所以只有这个接缝处会打胶，那你像这个都是平面的啊，它其实是不用打胶的。可是很多人都是打整圈，就打整圈啊。对，可是打整圈其实有的时候比较会漏，不是说整圈封起来就会比较好。啊，这台公益车，我们的干爹圣帕斯有赞助考尔，大家有空多去帮他们搞关节哦。赞助公益车赞，那、啊、现在要把它装上去。啊，不一样就好笑。应该不会啦，这年份都写那么清楚。啊，有保固卡、欸。多漂亮，对不对？啊有，哎呦，一样接头都不对，你看外观都一样，接头不对，好、哦，没错，一样哈、哦，一样，嗯，没关系啊，不一样，反正盖子盖起来没人看到、啊，就旧了，旧的啊，没话就继续留着，没有就留给车主了，对吧、啊？备品，对，圣帕斯干爹赞助。
啊，洗引擎是在这边洗吗？啊，因为那边洗不到啊，有一些底下要顶底下那些，哦，剩下的上面的再给他们洗，给他们去洗就好了。新的就是软的，嗯，时间久了就变硬了，因为温度太高了。摸起来感觉就差很多了。这边是软，哦，那边是硬，这边很硬，那代表那边温度比较高。对啊，那边就是接气门室盖的，所以温度一定是比较高的。好了，要来洗了。耶，yeah ！这真的很恐怖啊！太扯了。啊，它下面很多。对啊，漏得很严重。严重啊！啊，这应该是从新车到现在没有换过。哇，它很久了。到底是不是像这边都是？嗯，对啊。对啊，上次看就是这样。漏油也是有一定的好处啦，都不会生锈，不是说没有啦。对啊，你看这擦完是不是跟新的一样啊？对啊，看着就很爽。我们这个喷一下，太多太脏，太多了，太久了。嗯，然后洗，开始要保养。哇，油芯都不锁太紧。你有看到？哎呦，油芯都抓猫了，它都不会动。抓啥？我们车是这个扭盖最干净。没有比他更干净。没关系啊，之后就交给那边去洗。确实，背上又恢复原本的面貌。搞定，耶！今天没什么违规啊，因为也没什么规开出去，就试车这样而已。好，在这之前违规就算我的。OK， 好，对对对。好，耶。都等叫车而已，等车子去加油。车子去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好了，轮胎换新的。哎，对，新的耶。嗯，是的。我跟你讲，对，他这个破掉了啊。我上次不是说皮套？你给他 STI 的。赞哦，那么帅气。让爸爸热血一点。啊，人家暴力啊，我怎么学习啊？暴力。神呢？暴力耶。其实这样就最简单啦，最省钱的方式啊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可以交车了。对啊，好，请客人过来。拍个两张哈，来这边一二三，再一张，一二三，耶、yeah ，好了、哦，再次感谢好何先生，还有新车主那个周先生，谢谢，谢谢，对不对？祝你赚大钱，谢谢，谢谢。等一下就小心开，我先帮你发动好了，很热。你那个烤耳啊，有帮你赞助，就帮你换上去了。啊，没记得多少，然后赶快赞助森帕斯的那个烤耳，对，啊，这都给你啊，这是原本你的啦，那、啊、就留着。好。好，这都给你，好，交给你了，这样 OK 了哈。那回去小心开。看好了，感谢你的爱心。对，谢谢。耶、yeah ，哦，好热啊，真的热啊，没关系啊，值得的啦。嗯，不管是下雨天、太阳天、晴天、雨天，我们都是要做，耶、yeah ，完成啊。再来就是宣传而已。先找账号。哦，对，我要找账号，我再传给你哈。好啦，这个关机啊，这是那个。2003年阿提斯公寓车，那么一关机啊，哈，好多钱？哎，人顶盖那一台多少？也是十几万。十几万啊！大家都好有爱心的，你看，厚一点，对不对？这样也是爱心，好，假设这样也是爱心，对。那一块也是爱心。一块也是爱心啊！一块不嫌少，一百万不嫌多。好，那我去先写一写再抽好了。好，走。对，这是煎的比较有意义，你知道吗？第一，阿姨说泰山这边漂亮了，这是一个蛮欣慰的一件事，很欣慰。对啊，好，再来就我们煎了。
10万1666块。嗯，耶，又完成一件好的事。好，再次感谢热心的何大哥，还有新车主周先生，我们用我们三个的名义就把这个钱就捐出去了。那要回去了，好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你看，肌肉歪起的地方，对啊，好，不会、啊，三次越做越多，就会越快。回家了，下一台公益车，对啊，下一台公益车，对啊，好，好，回去了，回去了，拜拜。看我的字。有没有进步？对啊，这次阿姨说这特别过来看你的字。啊，好吧，可以。好，可以。